好，我们接着刚刚提到汉朝的郑君，好，这位朋友，你会怎么做？怎么劝这个兄长？这个郑君呢，自己呢，去当了别人的仆人，从那个最卑微的工作啊，去做，整整做了一年。用劳力啊赚了一些钱，全部啊拿给他哥哥，然后就跟他哥哥说，他说我们啊缺的东西啊只要靠我们的劳力啊，然后呢赚到的钱就买得到，但是人的名誉啊只要丧失了，一辈子等于都完蛋了。所以他哥哥呢，看到他为了劝诫他，还去做人家的佣人，整整做了一年，所以他哥哥啊也很惭愧，就开始啊改变他的态度，变得、啊、很清廉。这个郑君往后啊发展得很好，还做到了尚书，相当于宰相的职位，所以有孝有悌，为国家必然怎么样？尽忠，他也时常啊跟皇帝谏言，皇帝呢很感他对于他的协助啊，还封给他一个白衣尚书的名号，而且让他享仕禄，到他终老都以这个尚书的俸禄啊来奉养他。所以诸位朋友，您看他当初为了劝诫他的哥哥，还去当了仆人，他是不是损失很多啊？不是啊，所谓福田心根，一个人真正啊都是用道德去立身行道，他的福分啊绝对会越积越厚，不是不到啊，时候还未到，到的时候啊该是他的福分啊绝对跑不掉。所以中国说吃亏是福，这一句话很有意义啊。好，刚刚是提到兄弟之间的劝诫，五伦关系还有一个关系是朋友关系。我曾经跟卢叔叔啊去拜访他一个朋友，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像很多很精彩的事啊都被我遇上了。刚好呢我带卢叔叔去找他这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啊已经跟他相交往17年。在那一次啊他还带了很多啊圣贤经典，有的呢是要给他孩子读的，有的、啊、是要送给他朋友还有他朋友的太太读的。那这个路上啊卢叔就跟我说，他说我认识这个朋友17年，看他如日中天，哇，生意做得很大，资产呢很多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啊已经看出来他很有可能往后啊这个财富会保不住，因为当一个人在很有钱的时候，这个奢靡之气一沾染，再多的钱财也会怎么样？会败尽，而且不止沾染的奢侈之气啊，很有可能傲慢、不可一世的那种坏习惯都会在这个过程养成。当一个人傲慢的时候啊，他就会轻率，就很有可能啊下错一些判断，再多的钱都会啊耗掉。所以后来啊却也啊事业也荡下来，还负了点债。当他在负债的时候，所有的朋友怎么样都不见了，所以其实祸福相依了，这个财产都没有了，也让他学到哪一课啊？真正的朋友
不是用钱啊买得到的。所以就在他最低潮的时候，卢叔叔每一个礼拜啊，坐很好几个小时的车啊，都来帮他解决财务问题。不止不收他钱，都自己掏腰包，来来回回啊，帮他处理很多事。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就建立了更深的信任啊，情谊。所以就等到17年后啊，因缘成熟了，赶快啊，一个人真正要把人生走圆满，绝对不是有多少钱，有多少权势啊，而是有多少智慧才行。所以我刚好呢就搭上了这一班车子，也体会到这个卢叔叔可以用17年啊来协助一个朋友。所以物自暴，物自弃，所以我要以他为榜样。所以当我们呢在劝别人，在协助别人呢，觉得自己有一点不耐烦了，突然会想到一个数字，17年，我觉得很惭愧，要再提起我们的对朋友的这种道义，继续啊帮忙协助。那另外刚好在澳洲的时候，我也看到啊卢叔叔很善巧的劝诫身旁的朋友。刚好我们在澳洲去啊，有8-9个人同住在一个寝室里面。那8-9个男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什么事哦，8-9个男人啊会发生啊这个桌子上面有很多垃圾哦，不是我扔的哦，就是呢这个就显得啊比较杂乱一点。那我就看到啊卢叔叔呢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每一天呢看大伙呢这个聊完以后啊，这个寝室那个浴室啦，或者是这个洗手台啦，都有一些脏东西，他就自己啊默默的呢给他捡起来，也把这个琉璃台啊擦得一滴水也没有，都擦得干净，然后他才去睡觉。一日复一日啊就这样做，做了差不多4-5天啊，突然呢有一位朋友就站出来，他说你们还这样乱扔啊，你没看到人家每天给你们整理的这么干净哦，你们不会觉得太过分了吗？所有的人都很惭愧，都低下头来。从此以后怎么样哦，干净多了。所以卢叔叔不以言教啊，而以身教，就让所有的人呢都警觉到啊自己应该啊维护啊这个环境的整洁。所以确实啊在成人的世界里面呢，最重要的还是啊自己要先做好榜样，自然而然啊就能够去感化他人。那我是在差不多25岁那个时候啊开始接触啊圣贤的学说。因为之前都是神学主义嘛，神学主义带给我们的内心都是什么竞争，看到别人分数很高自己都很难过，所以就小鼻子怎么样，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眼睛不大了但是呢学了圣贤学问呢内心很感动。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啊国文也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一定都比你们差，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考高中联考，总共考了7科，扣了88分，7科扣88分，国文1科啊扣44分，等于其他4科总分。所以我记得初中还有一题考试叫老气，一恒春，二恒夏，三恒秋，四恒冬，就是春夏秋冬啊。我觉得这一个题目呢在侮辱我，但是我确实不会写，还在那里唱了一首歌，好，唱一个字就点一下，看到最后点到哪一个，后来还是写错了。老气什么？你们怎么答这么快？对我是一种伤害。上了高中啊，厄运还没有解除，确实啊提不起劲来。所以上课啊，有一次啊，我的国文老师呢就把我叫起来，他说：“蔡礼勋，你上我的国文课，假如在睡觉，继续打瞌睡，我就记你旷课。”所以我的语文啊，大学联考也没及格。但是呢，在这个上高中的过程当中啊，我的脑中呢有两次呢，好像觉得呢放了光明。念到2篇文章的时候，第一篇呢、啊、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提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本来还在打瞌睡，突然怎么样？哇！突然就觉得这一句话怎么这么震撼？不过都亮5秒钟而已啦。后来又乌云密布哈、哦。第二句话是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面提到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确实呢也不是很懂，但是就觉得有莫名的什么感动。所以后来开始接触圣贤学问啊，常常在看德育故事啊，都看得会感动的、啊、克制不住，真的很感动，体会到啊圣贤人的存心确实非常仁慈，非常宽广。所以感受到了，我们就要企鹅啊效法。所以我去念师范院校的时候，刚好、啊、离家里比较远，我很早就坐火车。那坐到的时候，全班的同学第一天上课都还没到，就只有我一个人。那刚好是放完暑假，一走进去，所有的椅子跟桌子都怎么样？一层灰尘。诸位朋友，你会怎么做？哎，我们就想到呢，突然呢，自己当了导演，脑子里面就想到，这些女同学一走进来，好，刚好啊，看到这个灰尘，这些女同学会有什么反应啊？她会说：“哎呦，怎么这么脏啊？”我们都可以推想到，她们一定会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难受，所以就跑到校园里啊，到厕所里面找了一块抹布，所以啊，就从头啊把它擦到尾，啊，擦得很快，为什么？很怕别人看到，这样就有一点太做作了，赶快把它擦完。擦完以后呢，自己也觉得，哎，这今天没有白过，这个可以有服务到别人。所以后来呢，这个同学进来也都坐得很安稳。那当你有这一念心啊，为他人的时候，请问你跟他有没有交流了？有。我们人呢、啊，有一种执着，好像就是要面对面，然后讲话才叫做沟通。其实不然，当你一念心起了，你已经在跟身旁的人沟通。所以我们班呢、啊，那一年呢、啊，每一个都跟我处得很好，好、哦，
我上课啊，晚上也有我师范院校的同学啊来听，我也很欢喜。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一颗心服务别人，自然就感得别人跟我们很和善的相处。那因为我都比较早到啊，所以教室后面的垃圾啊，我都主动啊，每天都把它拿去丢。结果丢没有多久啊，有一次啊，我要拿去丢的时候，同学就跑过来了，你别丢啦，我们来就好了。所以确确实实啊，朋友之间呢、啊，我们一定啊，是要先自己啊，用心去付出，我们这一颗心呢、啊，就能唤醒每一个人向善之心，互相啊体谅之心。所以刚刚讲到五伦关系当中如何啊去劝诫，也举了这么多例子，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啊，是长养我们大家的纯心，然后呢行事跟人相处的智慧，还有我们的耐心。相信啊，在往后的日子，每一位朋友的生活当中就会有一出一出的好戏啊要上演。好，那我们接下来啊看下一句经文，亲友急要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夜，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尘，是死者如是生。亲友急要先尝，父母生病的时候都是啊儿女先尝尝看啊这个药的热度会不会太烫，不会太烫了、啊、才端给父母吃。这也代表孝子面对父母生病的时候，他都是啊随侧在旁的照料。这个故事啊也是来自于汉朝汉文帝。我们都知道文景之治，而文景这两位皇帝能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根源也在啊以孝治天下。所以其实啊要把团体把家庭带好，甚至把国家带好，并没有想象中啊那么复杂。所以文帝啊侍奉他的妈妈整整三年，母亲病了三年，他都是这样亲手啊服侍汤药，后来母亲啊病情也好转过来。那现代啊，您有没有听过父母生病啊时时随侧在旁的子女？一定有，一定有。因为啊就像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的，国家混乱你才看得出来谁是忠臣。当人越来越不孝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中看到真正的孝子，他会不因时代啊的洪流，他会屹立啊不摇。也相信啊当他能做出这样的行为，他的父母的身体啊也会很快啊可以好转。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的梦中哭主，有这一份真心啊感得呢这个春笋都长，那个笋子都长出来了，他的母亲吃了以后啊也特别欢喜，病啊就治愈了。那在这一条方面呢，我们会跟小孩说，
说现在母亲生病了，你那个药要不要先尝？当然假如母亲吃中药可以舔一下，会不会太烫了？假如是吃西药，可不可以药先尝？所以我们教弟子规，每一句你把精义啊抓到了，但是要配合啊生活情境才行，不然到时候吃下去了，他妈妈说 你怎么这么做，我们老师教的轻有急要先尝。好，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引导孩子，你是呢端那一杯白开水的时候啊，要考虑到不要太冷，也不要啊太热。好，那我们还会啊引导孩子去思考，就是当父母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为人子女啊应该怎么样去啊应对。比方说妈妈刚好有高血压，突然生病了倒下去了，那这个孩子怎么办？所以诸位朋友，危机处理啊不是企业讲危机处理，家庭啊也要有危机处理。所以你从小呢就教导孩子面对一些紧急情况怎么去应对啊，他就很懂得啊如何在紧急当中要从容不迫的处理事情。好，那应该在哪一些方面要注意？药物放在哪里？紧急的时候怎么拿到这些药？这个你假如一堆药在那里，情急之下找得到吗？手忙脚乱。再来呢，急救的电话打多少？119110求救。再来其他最亲的亲戚啊的电话，这些啊都要让他随时知道，让他在遇到的时候啊懂得处理。那甚至于是当父母卧病在床，应该啊怎么样照顾，你都要让孩子啊晓得，甚至于让他有做的机会，相信他在这个做的过程，他越能够啊做事越来越细心，越能体谅到啊病患的痛苦在哪里，或者他的需要啊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亲有急啊要先尝，我们可以再把它推而广之啊教导孩子这一些方法，这一些态度。那一个人呢生了病，除了要对治这个病之外啊，还应该可以做哪一些事才能够啊让父母的病甚至于亲人的病啊好得越快，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俗话说啊，医生可以医病啊，不能医什么命啊。所以你看很多很有钱的人他也不能长寿啊。所以人要能长寿也要如理如法去求。所以天地之间啊只要你如理如法去求都可以求得到。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提到了，财布施啊是得财富的真因啊，所谓万法因缘才会生。那一个人的聪明智慧怎么提升？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这一点啊我蛮有体会的。我记得啊我要去念要考师范院校，就到补习班去补习。那个时候我也给自己一些期许，
就是上课啊，一上完就要马上懂，也很专注，然后呢就坐在啊前三排。那因为坐在前面呢、啊，基本上都是啊女同学多，然后我身高又高一点，所以后面的人呢都知道前面有一个头凸出来的这个同学。那因为很多女同学啊，他们的数学啊、物理化学比较差，所以就常常啊会拿过来问我，我就常常花一些时间啊把他们不会的问题告诉他们。其中有一个我很熟的朋友啊，就走过来给我拍桌子拍下去，他说：“你教这个同学都教了一个多小时啊，你自己还要不要念书啊？”他是看得怎么样，看不下去的，你怎么把自己的时间耗那么多给别人？我就对他笑一笑，我说啊，其实啊，我告诉他，我自己啊得到最多，因为他是要把这一题学会啊，我是必须要把他教会啊，那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思考要越清晰越深入。所以我教别人数学啊，但是我自己啊很少去做很多题目，因为也没时间啊。很多同学啊还做到其他的补习班的题目去了，结果后来考试啊，我第一年考试呢数学啊考了90分，满分是100分，考90分。结果第二年呢、啊、考代课老师都没有读啊，因为也没时间，也考了88分。第三年再考啊，还是考88分。所以这个代表啊，当初你的法布施啊，当初你呢很欢喜的把这些方法告诉别人，你自己啊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啊就越来越上升。所以确确实实法布施啊得聪明智慧。所以由于这样的体会啊，我常常会问朋友一个问题，我说记忆力是不是跟年龄成反比？有没有？没有。一般都会说啊，活得越老记忆力怎么样衰退下来，活得越老记忆力越衰退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哎，不用了。还有没有？烦恼太多了，每天都乌云密布，想到最后说啊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人的记忆力为什么衰退？你不用它又一大堆烦恼，当然就越来越衰退了。所以李炳南老师97岁讲课的时候要不要翻书啊？对呀、啊。所以我从25岁那个时候开始接受圣贤这些经典啊，也很认真在学习，我的记忆力啊一直都保持在这样的水平。所以确确实实啊，法布施啊可以得聪明智慧，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我们要知道啊，孟夫子给我们说，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好，这个是才思，第二个是法思，最后一个无微不施啊，得健康长寿。这个无畏啊，就是让别人免于恐惧，这个叫无畏。我们举一个最实在的例子，最真实的例子，新加坡106岁的许哲女士，她不断的就是帮助别人呢、啊，去免于这些病痛，甚至是生活的苦痛，
他都是主动去帮忙。他是50几岁啊，才去学当护士啊，那一份精神真是让我们很感佩。所以他时时都在帮助别人，都在解决别人的痛苦，所以他就得什么健康长寿，106岁，走路很快，讲起话来也很有精神，都看不出来已经100多岁了。好，所以真理啊是要透过我们啊自己去印证，这样你的信心啊才会很足。那刚好在我去澳洲之前啊，我的爷爷那时候84岁啊中风了。那他中风的时候，半夜我们赶到医院去，结果医生就说啊，他说80几岁啊，我们不敢给你动刀，但是呢因为啊是整片的血管都塞住了，一般中风是怎么样，是一条啊，是整片血管塞住了，所以啊你们等着办后事。那我父亲啊还有我这些叔叔姑姑啊都很孝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因为我爷爷也没什么心脏病了，长得高高瘦瘦的，看起来也身体很好，但是其实啊已经有症状出来，只是没有怎么样注意到。因为那一段时间呢，我爷爷他就觉得头晕，因为也没想到，他也没有高血压，头晕，所以就想哎呀应该是感冒，所以就这个症状就没有发现。那我看呢这个爸爸还有这些长者啊也都慌了，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无微不施啊得健康长寿，所以我说爸你现在呢要拿50000块钱给我，一定要是我爷爷的钱哦，因为呢拿他的钱呢、啊、去做无微不施啊，对他的帮助啊最直接。当然父亲也蛮信任我的，就拿给我。然后呢我到加护病房去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爷爷沟通，我说现在贫苦的人面临饥饿啊的人相当多，我们还有余力啊可以帮助他们。结果我爷爷就点头，那话都讲不出来了，我就赶快啊拿钱去做国际赈灾，去帮助这些困苦的人。结果加护病房做了5天呢、啊、我爷爷就移到啊普通病房了。所以确实你要去印证。那后来呢出了普通病房啊，医生又说了80几岁的人哈、哦、中风啊、哦、不可能会走了，你们要做好准备。结果那时候我已经啊辞掉工作，要到澳洲啊去念书，所以我就跟我爷爷相约，说下一次我回来啊你要走给我看，跟我爷爷啊有这样的约定。后来我过去以后啊，因为晋中学院啊在培养很多弘扬圣贤学问的这些老师，所以呢我也带了一些钱啊去那里呢布施，结果也是以我爷爷的名义啊把它捐出去。刚好捐完当天啊我打一通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说你爷爷今天会走路了。所以啊很多真理啊我们绝对啊要用至诚的心啊去求证，绝对圣人不可能讲妄语的。好，所以亲友急啊要先尝，除了、啊、治他的病之外还要治他的命。所以当一个人的无微不施越多啊身体才能啊
越健康。昼夜侍，不离床，这是一种孝子啊，至诚的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当然了，你身体假如不大好哈，也不要硬撑哈。该休息的时候啊，休息一下。但是呢，只要父母需要你，你马上就可以知道就好。所以你也可以睡在旁边，然后拿一根绳子怎么样，绑好。只要呢，你母亲或父亲需要拉一下你就起来。所以我们要懂得变通。你不要说汉文帝都不睡，我也来学。不需要这样。丧三年，常悲夜。这个是指啊，父母已经去世了。所以在《孝经》里面啊，有一段很重要的教诲，提到了居则致其静，养则致其乐。我们用恭敬心，用一种让父母欢喜的心去奉养他。病则致其忧，伤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就是在办丧事的时候，我们呢要感怀父母的恩德。在祭祀的时候啊，要很庄严肃穆，不忘父母的教诲。这是一个孝子应该尽的本分。所以丧礼的时候，我们也要办得庄严肃穆，不要吵吵闹闹。有时候办丧事还请一大堆人来帮忙哭，这个有没有意义？哪有什么意义啊，你应该是父母的恩德常常记在心上。而且啊，欧阳修有一句很好的一个教诲，他说祭之风啊，不如养之伯也。祭祀再祭得多好啊，不如怎么样，在父母生前啊好好奉养更有意义。生前不奉养，死的时候花一大把钱，那真是啊太颠倒了。所以我们现在父母健在啊，要非常珍惜，好好啊奉养。父母走啊，我们也会觉得很踏实很安慰，毕竟我们啊已经尽力了。所以古代有一句名言，树欲静啊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遗憾呢，绝对不要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如果您的父母啊已经离去了，您可不可以再尽孝心？当然可以，只要你尽心尽力，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啊，就能以显父母。而且我们要尽心尽力啊，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让我们的这个家族的血脉啊能够越来越好。这也可以告慰父母啊在天之灵。所以丧礼啊办得庄严肃穆，可以依照啊父母的心愿来做。而在丧礼当中啊，我们也是啊所有的家族啊缅怀啊我们的父母这一生对这个家族所做的贡献，也有父母啊对我们这个家族的期许，透过这个丧礼啊来传达。丧三年，这个三年啊是古代的礼仪，所以要服丧
3年的时间，常悲业。很多人就依照这个句子来文字来解了，他说那要哭3年啊，哇，那不累死了。所以依文解义啊，圣贤人都很冤枉啊。这个常悲业是一个孝子啊，自然而然呢、啊，就会啊有这样的情绪，因为孝子几十年来念念呢、啊，都把父母的恩德怎么样放在心上，所以当父母一离去啊，他很难接受，所以只要又想到父母啊，他的眼泪啊，忍不住就啊掉下来，所以常悲业。而因为啊有这种感怀之情，所以才会居处变了、啊、酒肉绝。所以礼啊其实是发自一个人的内心自然啊做出来的。所以父母都离去了，他还会去花天酒地吗？不可能的。所以父母去世了，所以居处变，所以自然而然对那一些挥霍那一些酒肉啊就不想吃，所以酒肉绝。伤尽礼，祭尽辰。这个祭啊就是每一年固定的时间啊祭祀父母，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啊、很好的美德，所以有宗祠。朱子治家格言也提到，祖宗虽远啊，祭祀不可不成。论语也提到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人只要常常想到，就是因为有父母，就是因为有祖宗，今天才有我们。时时有这样感恩的心，人心就会啊很厚道。好，祭要尽辰，所以每一次的祭祀不一定啊要搞得很复杂，但是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做给啊我们的孩子来学习。所以有一位父亲啊，他也是侍奉父母很孝顺，后来父母走了，他固定时间啊也都去扫墓，他的两个孩子啊都看在眼里。所以幼儿园有一天啊发了他们一人一颗糖果啊，也都是很好吃的糖果，小孩子啊没有当场把它吃下去，反而啊拿回家里拿给他爸爸，他父亲看了也很感动，然后儿子就说，爸爸，爷爷奶奶在的时候啊，你每一次有东西啊都会先给爷爷奶奶吃，纵使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你也都常常啊还带东西去祭祀，所以今天我们学校发了两颗糖果也给啊爸爸先吃。所以这个是上行下效。事实者如事生，侍奉父母的态度啊跟生前啊绝对啊没有两样。所以父母对我们的期许跟教诲啊，绝对不会因为父母离去啊而有所改变，甚至要更加的努力才对，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一位小朋友，刚好他的外婆啊去世了，那他们就坐在灵车上面，他的舅舅啊端着他外婆的骨灰啊，在这个路上啊
比较颠簸。他的舅舅啊，马上呢跟开车的人说：“你开慢一点，因为我母亲啊不习惯坐快车。”这个孩子啊，看了呢也很感动，回到学校啊，就跟他们老师说：“老师，我舅舅这个行为啊，是不是事实者啊？如是生。”所以诸位朋友，不要小看孩子，是啊，很有悟性的。好，那我们入则孝啊，经文呢就讲到这边。那教孩子孝有很多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好好啊在生活当中去运用。我们来思考一下，教孩子孝啊有哪一些重要的方法。我们把纲领抓到，最重要是什么？哎，标准答案，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以身作则，这个太重要。好，教孝啊，第二个要亲师合作，老师也教，家长在家里又配合，孩子行为很快就能循规蹈矩。所以我们在深圳的幼儿园，他们家长啊每个礼拜都上一节家庭教育课，都上《弟子规》，一句一句啊学习。所以这些家长啊跟老师就配合得很好，孩子行为的转变就特别快。因为啊老师跟家长在孩子小时候是最有影响力的。你看小孩子小时候都说，开口闭口都是什么？我爸爸说，我妈妈说，上了幼儿园说什么？我们老师说。所以这么好的机会要把好好利用，亲师合作。再来要夫妻配合，老师教的少没关系，因为老师不一定懂教孝的重要。当然当老师不懂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要拿着《弟子规》去跟老师讲。因为啊社会是一个互动，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我们在海口很多学校的推动哦，是家长啊去带动的。当老师还没教，我们要赶快教，那夫妻就可以配合。因为你当妈妈，假如你跟你儿子说：“儿子啊，妈妈生你很辛苦，你要孝顺我。”你讲不讲得出口？哎，好像觉得怪怪的，总不能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父亲来教孩子要孝顺母亲。这个爸爸就说：“儿子啊，你可以不要孝顺我，但是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妈。为什么？因为你妈妈当时候怀孕的时候多辛苦，每天在那里在那里，你就把母亲所有的辛劳怎么样都把它娓娓道来。你讲得越真诚啊，你儿子可能听到一半眼泪都怎么样掉下来，他知恩就能够啊报恩嘛。你可不能说：“蔡老师，那一段我都不知道，我都去忙了，我那这样当先生怎么样不合格。”也是要多陪陪啊太太。所以先生这么讲就可以啊让孩子对母亲的恩德懂得啊去关照，懂得啊去珍惜。那太太呢要帮谁讲话？帮先生讲，要告诉孩子父亲工作很辛苦，让他去体会啊父亲每天的辛劳，他自然而然啊对父亲升起恭敬的
孝心。你有没有帮你先生讲过好话？好，要讲哦，这样他才会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辛劳。有一些女士哈，不止没有讲先生的功劳，有时候啊，还会在孩子面前数落自己的先生。啊，你这个爸爸哈，点点点，这样的言语啊，犯了兵家大忌。这样的言语啊，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孩子对父亲的恭敬啊，一点一滴啊，消退了。今天不管你先生有做哪些不好，我们要做到啊，引恶扬善。你都尽挑不好的，孩子对他父亲根本就不尊重。当孩子对父亲不尊重，父亲能不能感受到？他说：“太太瞧不起我，连孩子都瞧不起我。好，那我就坏给你们看。”可能无形当中啊，都把他往家庭怎么样，往外推了。所以人啊，一定都是啊，好坏参半啊。在这个时候，你常常都是说啊，你父亲有哪一些很好？那孩子对父亲就说：“爸爸，哦，你那里很好，哦，你这里也很好。”这个父亲一看到，哇，儿子这么瞧得起我，那我应该怎么样？更啊，珍惜，更奋发图强，好，要对得起儿子的这一份支持。所以自然而然呢，他就会往好的去发展。所以教孝啊，还可以夫妻共同啊来配合。好，还有在家庭里面呢，教育的原则要一致，也就是啊要有共识。假如先生跟太太教育孩子的原则不一样，那孩子听谁的？假如爷爷奶奶又加进来，那就变几头马车了。哎，那那个时候孩子会听谁的？孩子一定挑那个躲在他后面就没事的那一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好教导。所以确确实实要多沟通才行。有一位女士啊，她也是自己啊默默先教弟子规，也没有啊说哎，公公啊，你要怎么做啊？先生你要怎么做？他没有这样，他先自己啊，把孩子一点一滴去教。刚好有一次，他的儿子到他爷爷的房间，然后就跟他爷爷说：“爷爷，我这个可不可以打开来看一看？”他爷爷突然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小，居然怎么样，这么有礼貌。他说：“谁教你的？”他说：“妈妈教我的。”妈妈说：“事虽小啊，勿擅为。”哇，他公公一听了，哎，很高兴，马上啊就去跟他儿子说：“他说那个媳妇啊很用心教孩子，你要跟他好好配合。”所以公公还帮他说话，所以他们家每一天早上起床啊，是放《弟子规》的读诵带啊。一起起床，所以自助啊，而后人助，用我们的真诚付出，自然而然啊，就能够让身旁周遭的人慢慢啊取得共识。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啊，就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